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雨辰。我的直播间 ID 是4379，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麦，这首麦的名字叫做《灵魂摆渡人》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传说把灵魂押给冥王就可以获得永生，奈何桥水彼岸花美，饮一碗孟婆汤水，问一句生死为谁，此后不生不死，不悔不灭，游荡三界之中，行勾魂引路之事，称灵魂摆渡人。而我不求永生，只为留下这份回忆，只怕我会忘了你是谁。生生世世三界中，岁岁绵绵荡无风，守得敌的一路灯，引了阵阵厉鬼声。不再懂情为何物，却在我心的深处走了百次阴阳路，却不再感叹红颜暮。也许怪我太执着，不忍心过这奈何，转世不再见孟婆，只愿意为你而活。圣旨不能轻易止，一个轮回又开始，那也是我为你死，但为你做错之子。也许是我的错，怪我根本看不破，我只记得我承诺，和我只爱你一个。奈何桥上看轮回，你却不知我是谁，我不在你身边陪，那谁替我给你画眉？我已没有了灵魂，却还有爱着的人。我看透了生死门，却填不上这心上痕。眼中生死淡如雪，你依然是那么美。生生世世皆为鬼，只为你却不曾悔。没等你我白双臂，人间缘分就已尽。这等魂是一封信，一直在我魂中印。这封信还未写完，因为我心从未寒。这份情我不想还，只因放下情太难。没了狂也没了傲，但你根本看不到，还在我的心头绕。你可能不会记得我这个引路的魔，那天望着忘川河，就这样阴阳两隔，生死不明早已抹。幸好我人还是我，我不是在等结果，而我是真的不舍。每个灵魂摆渡人心上都有一道痕，明明情字这么沉，等的人却不相闻。轮回尽头家人来，头却不再为我抬，他的情在前世埋，我已不在他心怀。你可认识我是谁？他说来自第一回，你的生我不相随，你的死我愿意陪。在那个桥上，有一个生生世世等着接你的人吗？他在等，等你的每次轮回中赏赐他一个回眸。喜欢的宝贝儿，点赞转发弹幕哦！感谢大家，thank you。